同修梦中梦到一个陌生的名字，请问是要经者还是将来会遇到这个人？请师父要看的呀。梦见陌生的名字是怎么样的情况下？是很暗的地方吗？是有人跟他讲呢，还是思维当中自己跳出来的名字？都不同的解释的呀。如果是思维中跳出来的名字呢？跳出来的话，就是有人给他这个名字。如果环境很光亮，可能是护法神给他的好名字，让他改名。好的，否则的话就是妖精者。那肯定的啦，否则的话叫他的名字啦，暗暗的，那就是鬼在叫他啦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